首次组队开黑，竟在游戏里实现人格反转，全程高能不断。想到了胡夏在我直播间的种种遭遇。9月21日，高能英雄上线首日便喜提热搜。张大大当天直播组队开黑，玩家间讨论热度居高不下。直播中，张大大放跑灵魂本体和1厘米传送门，将搞笑气氛拉满。兄弟们来看这个虫洞，快来！老于身法飘逸，枪法稳健，与潘大默契配合，带领张大大连躺两击。最后奇妙任务 Queen Card， 矮人与艺人竟在此刻和解，一起进圈派对。回到高能英雄本身，作为新一代吃鸡，英雄加吃鸡的模式，让射击的游戏玩法更加丰富。从瑞影一秒捷径穿越空间，盾位呼叫空中支援，我在的地方就是轰炸区，到开路新区灵活飞爪，湮灭裁决1v1男人大战，各种不同的英雄相互搭配，能打出出人意料的战术体系和配合，甚至连武器装备都有不同的技能加成。如此丰富的玩法也是他一上线热度就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。他是否能成为下一款国民手游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不不不。